新地元朗 YOHO 系列楼盘已经成为一个品牌，随住早前商场启用，元朗站一带已慢慢形成 YOHO 生活圈，而 YOHO 最后一块拼图亦正式登场。The YOHO Hub 属于第 B 期，共四座住宅大楼，涉及1030伙单位，主要户型由一房至四房不等。今次呢期最大卖点就系喺正元朗站上盖。以下带大家睇下示范单位。项目罕进元朗站的屯马线优势，只需27分钟就可以去到红磡。屋苑附近有超过30条巴士路线，可前往香港岛、九龙、新界各区以及机场。除了交通方便之外，购物亦算是一个大卖点。皆因邻近有同系大型商场 YOHO Mall 营点，为 YOHO 生活圈加添色彩。YOHO Mall 營點作為新界西北最大商場，滿足居民生活娛樂需要之餘，每逢大小節日，商場仲有各式佈置和活動，等大家感受生活再創造的購物體驗。現時商場入面有戲院、日式超市、各式食店等，應有盡有。而隔離興建緊的地盤，亦有全新商場 YOHO Mix 原點，將會有更多特色店鋪。交通購物完善。究竟現時元朗站一帶住宅物業市況又是如何呢？ YOHO 系列就分開了3期嘅，咁分別有 YOHO Town 啦、YOHO Mid Town 啦同埋 Grand YOHO 啦。咁而 YOHO Town 咧就入場價錢咧就而家係700萬起步，咁而 YOHO Mid Town 咧就有一房提供嘅，咁佢一房嗰個入場價錢咧就大概780萬起步啦。而 Grand YOHO 咧亦都有一房提供嘅，咁入場價錢咧就由850萬起步。YOHO 系列的客源方面咧，都幾多類型嘅。由於細單位的供應量比較多啲啦，咁所以吸引到好多咧單身人士同埋新婚夫婦查詢嘅。其次咧，屋苑咧亦都提供咗一啲四房嘅單位，喺同區入邊咧就比較少有嘅，所以咧就吸引到好多家庭換樓客咧嚟查詢嘅。